这么贵的东西，你就这么随便乱扔？谁允许你看我电脑的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你跑开！这电脑是我的，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有什么权利看啊？啊！这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怎么就成你的了？这电脑是我哥买给我的，属于我的个人财产。就算是你的个人财产，那我怎么就不能看了呢？你这叫侵犯隐私，你知道吗？罗阳辉，你这天天的跟间谍一样的，你到底想干嘛？你，我还想问你想干嘛呢？你成天你就看这些什么结了离离了结的这种个是狗屁心灵鸡汤什么文章，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学习。你不用学习，你天生水性杨花。我跟你说，罗阳辉，你别侮辱人啊！我侮辱你了，啊！等你给我戴了绿帽子，看咱俩谁侮辱了谁。不是，咱俩能不能不要这样啊？啊！你这天天的找我茬，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成天耷了个脑袋，对我爱答不理的，啊！就像我欠了你钱一样，是我之前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尽力的弥补了吧？我给你买戒指，我给你花钱，那么贵的戒指我都给你买了，你还是换不回来你的笑脸啊！你想干什么呀？啊！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我非得把所有的补偿款都给你花了，你就高兴了，是不是？你真以为我是惦记你那补偿款是吗？我告诉你，你是大错特错了。有钱能换来舒心的日子吗？没钱的时候咱俩挺好的，为什么有了钱咱俩倒都成仇人了呢？啊！过了，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压根儿要说你看我残废了，你就看不上我了，你厌弃我了，你。我跟你说，真不是因为你残废，你知道吗？你是残疾，而且你不是身体残疾，你是心理残疾，你。比你道德残疾强。你放屁！我放屁！我问你。我瘸着一条腿，成天在家，啊，哪儿也不去。你化这么艳的妆，你给谁看呢？啊，你还不是为的让别的男人注意你吗？啊，你让别的男人注意你干什么呀？你还不是想红杏出墙吗？你敢把你最真实的想法你说出来，你敢吗？真的，罗阳辉，我发现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咱俩除了离婚，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好，终于把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啊！行，理
这离，我怕你离啊。我告诉你，家，我们这个房子老罗家的啊。这些家具都是我花钱买的。你就把你的家具，什么床啊、沙发呀，爱搬哪儿搬哪儿去，搬出去。走走走。哟，你会摔呀？别摔！干什么你？你别摔那个！债越打越多，越打越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就能引发一场大战。每次打完我们总能和好，心里却感到危机越靠越近。为了抵御危机，我们加倍的好到在屋子里面也要手拉手，寸步不离。我明白，我们做出这个样子是要给那个危机看。吃啊，来吃吧，都好了。嗯。怎么不吃啊你啊？咽不下去。你胃不舒服啊？
这样，我先给你盛点汤。心不舒服。哎，我胃口不好，不影响你啊。我又做错什么了呀？我？你做错什么了呀？你能做错什么呀？那罗耀辉，咱们俩能不能不吵架呀？啊？不是我跟你吵架了吗？那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我家，我喜怒哀乐自然流露，不让啊。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吧？啊？你不能因为自己不痛快，你就搞得大家都痛苦不堪吗？不是你能走能撂的，进去看看，你痛苦不堪什么呀你？你要是觉得我健康，你心里不舒服，那我现在出门我就让腿撞断了，行吗？恶毒，你瞧你这话说的多恶毒你。我说的恶毒总比做的恶毒好吧？我恶毒，盛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恨不得那次车祸我直接进太平间就算了，你可以找个人再嫁了。不行，我把你生日给忘了。晚了，不用了啊。哎呦，哎，你别呀，我明天早上起来帮你过，行吗？不用。那这样，我送你一枚你一直想要的那个邮票，等着啊。不用，我不要。要的，当然要了。我真不要，你别找了，我不要。记错了，我不要。集邮本好像放这儿了呀，我这集邮本。你看到我集邮册了吗？问你话呢。有一个朋友，给了一个挺不错的价钱，我先当给他了。你把我的集邮本给当了？啊？罗耀辉，这是我的集邮本吗？啊？这集邮本我是从12岁就开始攒到现在的，你凭什么给我当了呢？啊？我赚了钱，我还你，我又……我跟你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几次吵架了，是不是都因为钱？我现在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就拿那70%的工资吧，我不赚钱了啊！我之前赚钱，你对我尚且如此，现在我残了，不赚钱了，你对我才敢这个态度，我成天才受你的气。罗小辉，你是我的机要呗，你凭什么给我给当了呀？啊！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盛凯，我也过不下去了，我同意离婚。你不讲理的时候啊，我没负担。你要是讲起理来呢，我就觉得坏了。因为你不讲理的话呀，我就可以觉得是开玩笑。哎呀，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从我和你搞对象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特别的紧张。
到现在都没放松过。哎呀，不过以后就好了。哎，我怎么让你紧张了啊？精神上永远高我一头，你对我总有种种的要求。一件事情我做好了，你一定会说，栾辉，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应该做得更好。我就没有让你满意的时候。是你什么都好，你条件比我好，文化比我高，长得呢还比我顺溜，比我好看。但是盛开，你也是人，对不对？你也有缺点，你也有不足。你知道你最不好的地儿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会让你不喜欢的人无地自容，你会臊着他，你会臊着他呀！哎呦喂，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你说我觉得你挺无奈的吗？我比你更无奈。你以为你凭什么可以这样指挥我？还不是因为我爱你吗？对不对？现在我决定我不爱了，不爱我就有自由了。自由真好，哎呀，自由万岁！